记者尤成林、新北报道：林彦君要价二十五万元的越野行车遭窃。图翻摄自林彦君脸书，绰号一百五十一的艺人林君近年来热爱单车运动，今年三月间更完成越野项，没想到近日却传出要价二十五万元的越野自行车窃的事件，他焦急地在脸书上发文表示。 自己将量放在新北市三重停车场内，还特别锁了二个锁，仍遭窃，期盼民众能够提供行车记录器协助抓偷。而三重警方也表示，目前也已依规定受理，即追击嫌犯当中。 据了解，林念君上九月二十八日将他要价二十五元的 Santa Cruz 红色越野自行车停放在新北市三重区新环快下方的停车场，并使用二个锁栓在轿车尾部定。没想到前天二十九日晚间九时许，林念君的友人前往车场准备要开车时，却发现自行车不翼而飞，连打电话报警寻求协助。 林彦君发文请求网友帮。图翻摄自林彦君脸书。辖区三重警方获报赶抵场时，发现林彦君的单车已遭窃，目前也已依规受理后，积极调阅监视器、查访附近运动民众机追击嫌犯当中，全案也将朝窃盗罪嫌侦办。林彦君事后也焦急地在脸书上贴文：“我的车子被偷了，可以请大家帮我找找吗？” 就是照片上这台车，连比赛的号码牌都还没拆。我停在三重中兴桥下的停车场，二十八分之九三二十一零零把脚踏车用两个锁拴在汽车上。今天二十九分之九四的现在才发现不见。如果有这时间经过停车场的车子，可否提供行车记录器？或附近有看到的朋友们，可否留言或讯息我？谢谢你们。 三重分局中兴桥派出所副所长郭伯宏说明经过，图翻摄画面。